我们公司的总经理盛方廷先生啊，亲自推荐你去到行政助理的这个岗位上来。明天上午10点，别忘了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，我现在去换衣服。谭静，过来一下。你对于这段时间你的工作表现自己满意吗？这个月你多次迟到早退，多次在上班的时候接打私人电话，以及这个账目问题，甚至有一次还满保损耗，这是真的吗？我最近工作状态是不太好，家里事情比较多，迟到早退是有的，但刚刚您说的账目和瞒报问题，我不可能做那样的事。督导，这个问题绝对，抱歉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喂，你好 ，Ice Cake， 找谭静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现在是上班时间，他正在忙啊。哎，啊，不好意思，再见。督导，你看到没有？一天到晚都是找他的电话，不是派出所就是医院，这成了他的私人电话了。你说怎么办？经理，你做过什么事情，你心里明白。我做过什么事情？啊？谭姐，你最近的工作状态影响非常不好，我希望你能够主动辞职，要不然就降薪一半，自己掂量吧。自己掂量吧，啊！我没有做过那些事情，为什么让我辞职？督导，你看看，这公话打完了又打私话，这业务真多呀！督导，你说这样的员工我们怎么用啊？怎么用？谭静，接电话。盛总，您怎么来了？过来看看。愣着干嘛？接电话。开免提。嗯。你好，我是盛美总公司人力资源部的，负责通知你明天上午10点来公司面试。我们公司的总经理盛方廷先生啊，亲自推荐你去到行政助理的这个岗位上来。明天上午10点，别忘了。盛总，这是。您看一下，好。谭小姐，你这封信翻译的很好啊，也很快。挺好的，那明天上午9点来公司报到吧。我会通知行政部的同事给你做询卡。好。至于门店那边，我希望可以简化处理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嗯，谢谢。艾米啊，哎，来帮我送一下谭小姐。好的。好，那再见。谢谢，拜拜。谭小姐，这边请。Thank you.